起，霜雪不完悲与喜，飞花醉将断戈壁，秋处茅庐青色不可及，红湖展翅苍茫只须臾，无所谓命格错纵不惧，破天际渐渐此刻谜题，起落困境里蜕变出浩瀚勇气，不忘江湖路上历练成功侠义，年华一笑便是定西高歌心万里。少年梦逐乱如常，云长心镌刻年轮，年华未曾遇伤痕，敢闯荡才算人生，方寸剑冷峭激昂青春，擦拭过岁月风刃，天涯凌云尽所能，是你我并肩又一将来行侠仗义之后，别人要答谢你们的话，要怎么回答呀？不知道。哎，你们要说，有道是大恩不言谢。有道是大恩不言谢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这些都是应该的，不用太客气。我还急着赶路，还望后会有期。我还有事要先行赶路，告辞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，去玩吧。你啊，净教些没用的。哎，师傅当年就是这么教的。怎么着，忘了？当年你年纪最小，叫的声最大。说这些干什么？这才五日，怎么寒毒蔓延的这么快？对我的医术没有信心，有我在，你死不了。行了，你就别吹牛了。要是没有温家这以毒攻毒的法子，你早就没招了。对了，没几天就要摆雷门宴了。我知道，倒是你，不是不爱参加这样的热闹吗？我这身子骨恐怕是熬不过这个冬天了，办这英雄宴，就是要让整个江湖都知道，我雷千虎死了，但是雷门只会比以往更繁盛，因为雷门双子又要重现江湖了。叔父当年说过，我们雷门这一辈，一门四杰，本来应该是我雷家叱咤江湖的时代。可是最后，所有的担子都落在你一个人身上，有说有愧，是我不愧疚于你。你也可以让云鹤来当这个门主，你去你的江湖，去找你的李寒衣。待你练到剑仙一日之时，我会亲自拜访。当年李寒衣以剑之名拒绝我，我居然信了。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不再是那个傻小子了，他心里没有我。我觉着是因为你丑。我比你帅。你的徒弟已经离开雪月城了。算他有良心，臭小子知道回来看看我这个当师傅的。他刚离开雪月城，后脚就有人跟着离开了。谁啊？雪月剑仙李寒衣，还有赵玉珍也下山了。啊，你那能压剑仙一头的绝世剑术练得怎么样了？莫非这一次我依然还是晚了？
我要找全城最好的大夫。你来晚了，这城里的大夫都被叫走了。为何？今天知府那边来了个贵客病人，大夫们都被叫去知府家里去了。这知府在何处？客官别急，今天店里来了个客人，手里拿了本医书，好像是个会医术的。你们在说我吗？哎，就是他。